哎，哥没有越南的，没有越南的，我们国跑，我还人家帮我跑过，脑壳没有啊？嗯，脑壳没有，脑壳对。雨啊，免着个，瓜林呐、啊，这草草好吃了啊！草你多去倒是满着草草了。好了，我先把它搁后去了。哎，两条鱼啊，我妈砍起来这么多，一顿也吃不完，我们，拿一顿出来就行了，剩下的又放冰箱了。我妈爱吃这个鱼啊，今天我就炒鱼啊，今天炒鱼啊，配剁辣椒，但剁辣椒呢比较少，配了吧。这鱼啊，油要多一点。小点火，太大了搞不了。这个鱼啊，我没有腌制了。什么颜色的？趁着小火煎的时候，先点点葱、姜，还来两颗蒜吧。我妈特别爱吃我炒的这道鱼，反正她是不爱吃鱼的。她说小时候吃的太多了，自从我炒了这道菜，她又爱上了。放下锅，再可以撇一下锅。煎鱼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盐。有些人喜欢把鱼煎得特别脆，我呢是把它煎得不是那么特别脆啊。这个大厨子鱼，盐少一丝丝的好吃一点。喵，特感人这只猫，都是等着吗？那不是，那不是，两边煎黄就可以了，里面不用煎脆了啊。已经煎得很黄了，加大火力了，料酒啊。这老姜全部放下去，葱蒜，里面呢可以放一点点的老抽，但是分量一定要少。稍微要炒一下啊，把这个香味啊什么的都炒进去，放一点点的鸡精，好香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可以关火了，有肉油啊，这么一炒葱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美啊，朋友们？吃饭了吗？跑出去了，哎呦，哼。我刚浇过火，碎渣还好吃。好了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十五。你喜欢个鱼啊？嗯，我喜欢叫大鱼。嗯，够香。这是嫩的啥？哎呀，烫死了。这没辣椒，我还去搞两个生辣椒来。哎，我自己啊，很久啊没有这么过瘾了。生辣椒，嗯，嗯，够老怎么老吧？老师啊，嗯，说三个蛋。这鱼肉非常的鲜嫩，主要是没什么刺，这几个大刺啊，嗯，
豆串非常的下饭，我妈去给猫狗吃了。你给他给一坨鱼啊。中餐啊，一定要吃饱。哼，我妈也一开始赞扬我了。鱼炒的好，鱼也好，凉的好。鱼好，我一炒的好。早凉的话吧，对，喜欢吃都吃了。你吃好饭也上去啊？嗯，那意思。我妈一天上两次街，她就不好玩，一跑到街上去玩。发上鱼了，大鱼妈妈呢？是老子让长长了，都有都有，长得够快的。我这抓起没错啊，规则抓起来。老的是还都有的，没了解。人把贱的了那个，到时候我去超市看一下。这鱼太香了，好吃的很香，香到骨子里面去了，才吃的对。哎，吃鱼聪明，看我哎也吃了不少鱼，觉得别人都说我笨笨的，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对啊。这个好多朋友都讲我蛮笨的，你讲我笨吗？妈笨。哎呦，我妈说我还挺聪明。你能听我？他说我头活。所以在妈眼里啊，永远都是最好的。我非常觉得这个鱼皮啊怎么这么好吃啊。这个鱼窝子了的哪一道草莓鬼的了，鱼窝子啥没有，好多鱼在一个，就是鱼的胡须啊，可能是年腐的胡须，有一道那样的菜特别的贵。哎呀，好多长的那别的。那是因为它太少了。人家讲物以稀为贵的，那少啊，少的东西它就贵，常见的东西它就便宜。要不然朋友们老说我大鱼大肉。要我所以说了，我要多吃一点带瓜的东西。我妈说啊，摘了一个大冬瓜，她拿也拿不回来，她也不叫我，太大了，好几十斤。这冬瓜真的好甜呢。我炒这个鱼啊，隔一段时间，我妈就要我炒给她吃。她说我炒的好吃嘛，因为我煎的不糊。我妈有时候煎鱼啊。就接服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哎呀，这个小草鱼吧，太香了。我说了，每一次我带吃的打包。哎，这个。
们现在保留打得不得了了，非常的好吃。朋友们有时间就这样炒着吃啊，你吃完了这个嘴巴的香气啊，一直都去不掉。